家早。早安。我们现在是早上的10:20，准备来吃早餐。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这边吃有名的鸡汤拉面。这个鸡汤拉面有这个看起来像是酥肥的一种，我们是点它那个招牌招牌 number one， 一个酥肥、就是，一个是用烤过的。对，这个看起来是非常嫩的酥肥。然后还有这个上面有炙烧痕迹的炙烧鸡，它上面有特别写是什么？三地鸡，三地鸡感觉跟我们的放山鸡是一样的。没错，而且这个清汤啊，看起来超清的，但是喝起来是超浓郁的鸡汤味，所以我们就点了这个。然后还有一个是饲养员最爱的，就是有只要有生鸡蛋他就爱。哎、欸，这鸡蛋看起来很好吃，好不好？生鸡蛋拌饭，然后还有招牌的饺子。那这个酥肥鸡比较特别，是一般酥肥鸡大家就是走很嫩的取向嘛。但因为它是那种有点类似放生鸡或是什么鸡，就是那种比较扎实的鸡，对，所以它是非常 Q 弹的酥肥鸡，超乎我的想象。它的面条是冲绳荞麦面，就跟昨天的拉面不太一样，是比较像宽面条，长得有点像是那种台南意面的那种感觉，只是看一不一样。虽然长得像台南意面，但它是两倍粗度，两倍粗度，两倍韧性。对对对对对，就是很口感吃进去也是扁平状，但是吃起来是比较有 Q 劲的，有点像刀切面的那种感觉。但是它的细度是跟那种意面比较类似，那我觉得非常好吃，而且是颜色不是全透明，不是全白的，还有点灰灰灰灰的那种荞麦色，所以你真的吃得到那个荞麦的香味，还不错哎，好吃可以推荐。而且从机场过来正好20分钟。我们就是9:30出发到这边，他正好开门10:00吃早餐。我们算是这间店第一批客人。没错，我要开灯喽。好。我们在等那个11:00赶川外人区那附近外人住宅区那附近的店家开的同时呢，想说走路到附近地图上有介绍的这家就是肉馒头店，就是肉包子店。Ten Ten 吗？对 ，Ten Ten 肉包子店。评价的话，大家其实虽然是说台湾的包子口味还是比较好啊，但是既然我们有个空档，还是走过来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然后刚刚就发现冬天好像还有卖红豆汤圆的样子、欸。对，我们可能下次有冬天再来，还是冲绳没有冬天哦。对，现在是11月。对，现在11月嘞，现在这是超级热的。那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品项吧。好，那我们在刚刚的那家店买了两个口味，一个是秋季限定的野菜口味，然后一个是红豆口味，它上面写说是北海道的炒红豆。然后因为它的猪肉口味已经卖完了，所以就买这两个来试试看，大家一起来分食。哦，跟台湾一样，用不同的颜色区分。这上面这个感觉像是个橘子皮的样子，对，我觉得像橘子皮，你把它剥一半，剥一开 ，OK， 好。好。哦，为什么秋季的蔬菜是南瓜跟洋葱？南瓜跟洋葱，哎，有吃过这样子的？我以为是那个，就是有点像高丽菜包，它闻起来有浓浓的那个南瓜跟洋葱的味道。先吃一口看看。还有红豆，里面甜甜的，南瓜的自然甜味。然后还有一些绿绿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蔬菜丁，因为它这个包子皮是我在日本吃过，我觉得算是数一数二好吃的包子皮。一般日本的包子皮比较容易，就是吃下去你有一种会呼吸会粘在你的上颚那种感觉，但这个很 Q 弹。下一个是红豆口味，啊，它这个红豆泥是还有点红豆颗粒的感觉，不是整个泥状的，对，所以感觉应该不会到十分的甜哦。它的内馅有点像是车轮饼的内馅，再稍微湿润一点，然后有，我觉得没有什么咸味。它上面写了个盐字，可能是我误会了。那个盐，此盐非彼盐啊。但是吃起来确实不像一般日本的传统和果子里面的那种红豆泥那么的甜蜜。然后它的包子皮一样是非常好吃。唯一要我来选的话，我觉得那个季节限定非常好吃、欸。如果大家有碰到什么季节限定口味，可以买起来吃吃看。
们来到这边有一家有名的咖啡叫做咖啡 Cerrado， 然后呢它里面就是卖了很多中南美洲进口的咖啡，然后上面的老板还特别强调它就是只用 top quality 咖啡。对，他说用 top of the top， 对，什么什么 special of top， 还有什么什么蛙哥。我看他每一杯咖啡真的都是现磨的哦，现磨现冲。那我们点了，因为现在有点热，所以都是点冰的。那这个是 espresso 加 tonic water， 然后这边呢是 brown sugar latte， 嗯，喝起来有点西西里咖啡，但是没有那个酸味，它就是 tonic water 天然的那种酸气。对，它就 tonic water 当基底的。哎、欸，其实这很清爽哎、欸，而且。Tony Water 有点微微的甜，我不知道是 Tony Water 的甜还是它有加一点，所以有点微微的甜味，但是不到像，就是不到很甜啊。有些西西里咖啡里面，它没有跟它讲话，它的柠檬糖浆其实是有点太甜的。这个很不错，非常的清爽，黑糖味很香。那因为通常我是不喝有糖的咖啡啦，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有一点太甜。但如果你把它当成一杯饮料，像珍珠奶茶之类的概念来喝的话，我觉得是挺不错的哦、喔。它看起来蛮像奶茶的。嗯，还有就是有点像那个什么台湾的那种黑糖珍珠奶茶的那种黑糖味，然后再加一点咖啡的味道在里面，它真是都蛮香的。是这边有名的那个水果塔的店，那因为里面就是大家讲话都很小声，我就不好意思，就拍了一些照片，然后上传到 IG 之后应该会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吃了它的综合水果塔，还有蒙布朗水蒙布朗塔，它就是蒙布朗里面不只是蒙布朗的那个蒙布朗泥是比较 light， 没有就是不是那种密度很高的那一种，然后它的那中心呢还放了几颗就是那个莓果类的新鲜的莓果，就很有解腻的效果。那水果塔的话就是标准好吃水果塔，只是中规中矩水果塔，对，就是漂亮拍照用的。那这边的话大家要注意，它是一人要点一份，那你点的话可以水果塔或者是饮料类的都算是一份哦。今天是那个来到冲绳的重头戏，吃到饱的烧肉晚餐。然后它有三个价格，因为我们是觉得海鲜类还好，所以我们就选了第二个单价的。然后一个人是3400块日币，换算台币现在大概就是700块左右。然后那边还有喝到饱的饮料吧，而且还有那个拉霸的冰淇淋机。对，不过它的啤酒是额外要加钱的啦。对，啤酒要额外加钱。那我们因为我们待会还要开车回到市区嘛，所以就先暂时不喝啤酒了。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家的 CP 值如何。对，看看究竟有没有比昨天的中午的午间套餐好吃。哦，而且还有一个小诀窍，听说这间烧肉是不含没有时间限制的哦，吃到爽为止。对，是真吃到饱。没错，所以也最好是饿一整天再来吃好了。但我们今天好像没有饿一整天。有，我们今天很饿，好不好？好啦，那就开动啦。饱了，我觉得首先里面有点烟雾弥漫，它的那个抽风的效果有点差，是非常差，对，蛮差的。我现在头上是雾的，对。然后呢，接下来我觉得跟昨天吃的烧肉有一样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其他的烧肉店是没有腌制过的？它所有的品项全部都腌制过，这个地方我有点没办法接受，因为我觉得味道都太重。大家早安，早安，嗨，早安。那我们一早呢就到国际通附近走路5分钟左右的这家 JEF，
那为什么会来到这呢？主要是因为我看到有人推荐他们家的苦瓜汉堡，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它这是 menu number one， 就是这一颗苦瓜汉堡。然后呢，它是把苦瓜切碎，那种绿色的苦瓜切碎之后呢，跟蛋煎在一起的样子。哦，它是长得这样子，这就是一层煎蛋，然后一层火腿，闻起来也蛮像拉雅的早餐的味道。我们来试吃看看咯。它那个酸苦瓜，大家如果有吃过的话，不是蛮常是切薄片，然后冰镇之后凉拌，会有那种脆脆的口感。它里面是那种口感的酸苦瓜脆脆的口感，没有到很苦，因为毕竟它已经有跟蛋液一起下去煎。但我感觉它在煎之前应该是没有炒过，就是真的是生的酸苦瓜切片，然后下面还有一层比较算是偏厚的那种火腿，所以味道是有咸味的。苦瓜的口感是蛮突出的，只是苦瓜的苦味的话，在我来讲，咸炭苦瓜如果是十分的苦味的话，这可能只有三分左右。所以如果你害怕苦瓜的苦味的人，我觉得可以尝试看看这个冲绳在地连锁 JAF 的早餐咯。吃完苦瓜汉堡早餐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细买鱼市场，这是我们这次来冲绳的第二个鱼市场。它的规模看起来相比那个渤海鱼市场还要大一点，然后一下车就是浓浓的海味。对，而且外面停车应该是两三倍的量吧，而且这边还有一个外用区，应该今天是礼拜一，所以人不是非常多。然后我们还发现它的对面还有个农产品市场，大家也可以去逛逛，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买什么农产品。我们就来去看看这个鱼市场有没有跟渤海鱼市场一样好吃吧。买了一大堆东西出来吃了，没错，因为今天人比较多，四个人，所以我们就可以选了更多样的品项。那我觉得这个鱼市场跟我们那天去的渤海鱼市场比较不一样，渤海鱼市场比较像是南寮海鲜市场，就是现抓的那种感觉，就是在那种鱼缸里面。那这边就是都是帮你分好，然后外面有个很大的外用区。那我们这边点了什么东西呢？首先我们点了。就是生蚝，又再来一次生蚝。那这一家的生蚝比较便宜，一个500，一个300，一个三百，所以就不到100块台币。然后就点了五颗，还有烤鱼跟烤鱼下巴，这边是350块日币。然后还有这个任选三个1100的生鱼片，还有一份的生鱼片改翻1000块。我觉得比较神奇的是这个东西。这到底是什么？我刚刚其实看了半天，我刚刚只看得到鱼汁，我看得懂鱼汁，然后就是应该是味噌鱼的味噌汤。后来隔壁画了一个猪，又画了一个章鱼，有没有墨鱼？我想说那是什么东西，结果果然是墨鱼汁，一碗满满的黑。而且那个日本人可能觉得我们会害怕，他还打开然后捞起来给我们看，他说 OK， 然后我们说OK， 我们也只会 OK 啊，所以我们这次选了墨鱼汁。好，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其实我不太知道它是什么，但它画了一个剖面图，很像是蛋包包在一颗水煮蛋外面的东西。我对蛋的任何料理都很有兴趣，所以就点来试吃看看。好，我们赶快来吃吧，你隔壁那看起来很饿。开动。从芝念甲公园开车过来大概15分钟左右，然后这是一个小小的岛，刚刚看了一下，环绕一圈可能开车不到10分钟吧。那来这边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这个桥一下来的路口就有一家卖那个天妇罗的店。对，它不是你想象中餐厅那种天妇罗，比较像台湾庙口祭柜那种感觉，就是一片一片，然后你就拿了就走的那种感觉。然后听说是在另外一个方向有一间是日本人吃的在地老店，但是今天星期一它好像没有开。
后呢，这个岛还有猫猫岛之称，就是好像有很多的流浪猫咪，大家就是有看到猫咪的话，也可以跟猫咪玩，但是是禁止喂食哦，因为有那个当地的居民会定期喂食，我们就不要打乱他们的生态，不要破坏这边当地的生态。没错。好，那我们先去吃天妇罗吧。对。讲890块日币，超大包的。890块天妇罗。哦，贴糖，一整个黑糖，好香哦，好香哦。哦，对，蛮像肉松面包的。这个是哦，这个应该是那个薯泥的薯饼。现在好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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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烫。赶快吃。对，它是薯泥的薯饼。哦，太刚好薯饼。很好吃，我先吃。好香哦，蟹肉棒。我这蟹肉棒其实蛮大只的，看起来是蟹肉棒，地瓜片的感觉，蛮粗壮的虾子。这只虾子100块，所以大概也是。20几块而已，对，好像可以多买几只虾子，如果好吃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吃一个看看。嗯，很烂。嗯，它外面那个粉脆脆的，好香哦。这是肉饼，那个是肉饼。嗯，这个肉饼调味不会很重哎，我推推。我知道它跟那个。台湾卖的那个双胞胎不一样在哪里了？这个是有点像是你有吃过那个日式的咖喱面包，嗯，它外面会有一层酥体的，一样会沾粉的那一种。会这边有一个，它这上面颜色比较深是黑糖，但旁边看起来有点菱角的，那就是面包粉，所以它很像起来是甜的那种日式咖喱面包，这很好吃哎，因为黑糖好香哦。给大家做个小小的结论，我觉得。以天妇罗来讲，就是有点油腻啊，大家当然都知道，所以有一点吃运气，就是你现在点的这个品项，你不晓得是刚出炉的，还是已经放在它的台面上一小阵子。我们刚刚吃到了几个7个品项之中呢，有2个品项很明显的温度就是比较高，那吃起来的酥脆感跟油腻感就会，就是酥脆感比较高，然后油腻感就会大大降低，所以。还是可以来这边的话，建议大家不要失心疯，看你们几个人，一个人最多点个2个品项左右来尝试看看就可以喽。对，大家去了可以吃掉比较多种。对，我们4个人总共点了7个品项，其实差不多，差不多了。对，其实是差不多极限了。对，那就大家不要失心疯，每个品项乱点，那可能到最后就会有点吃不完，我觉得有点浪费喽。那就在那个桥下来的第一点，那听说在桥的另一端小岛的另外一端有另外一家店，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不是礼拜一来也可以去尝试看看哦。岛上漫步行，他们都好亲人哦。居高临下，种啥狗啊？哎，我要喂，对，你看一模一样。哦，全部都来了，喵喵大军。今天最后一个行程来到了赖长岛，吃那个幸福松饼，然后主要还是看夕阳，还有看飞机起降。对面那一条就是飞机跑道，所以赖长岛跟飞机跑道就是一个平行的位置。对，所以这边应该是看飞机的绝佳景点。我们刚也看了蛮多架在这边飞来飞去。没错，那时候店员问我们要做室内还是室外，想说来这边就是要做室外，但现在是有点太热。对，我刚查了一下，日落是5:30，如果可以撑到5:30，应该蛮凉爽。没错，然后快了，那我们就点了2份松饼，这个是它的标准，就是原味松饼，然后还有一个是加了莓果酱的松饼，我们就来试吃看看吧。鲜奶油，莓果酱，嗯，那个舒芙蕾有及格吗？有，舒芙蕾很蓬松，然后有蛋香味。明显的蛋香味，但是有一个小小的 tip， 因为我们不会讲日文嘛，然后店员是有问我说要不要上面加冰淇淋或是 cream， 然后就是加110块。那我想说冰淇淋或是 cream 都要加110块，我原本就以为它原本是完全没有任何 topping 的，对，但是没想到上来之后呢，
我加了 cream 之外，它原本就有一球这个冰淇淋原味的 cream。哦，原味的 cream 哦。对，所以我原本以为是没有的话就全部都没有，所以我加了 cream 之外，发现它还有另外一块的 cream， 不知道这两个 cream 有什么口感上的差异，来试试看。应该是一样的东西吧？应该是一样，不太一样。它新要花钱加的这个是比较蓬松的那种打发的鲜奶油，吃进去就是很蓬松，就是有那种很滑顺的感觉。然后这个它原本里面就是附加的这个 cream， 质地比较结实一点，然后有点酸酸的，有点像是。该不是那罐摇，然后挤出来？没有那么差了，很像是有点 cream cheese 的口感。对，所以两个不太一样，这个是比较密度比较高的那一种，吃起来比较扎实的 cream， 然后另外一个要加钱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很流滑顺的那种现打发鲜奶油的口感。大家我们来开动吧。明天早上就要离开冲绳啦，所以我们的最终一个宵夜还是不死心，我们就去了 Lawson， 然后再选了一些小东西，打算一边吃零食，然后一边来收拾行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感想。好，先让我来喝个优酪乳，觉得吃到有点胃不舒服了，吃到了这几天都没有排出。还不错哎，这是写那个 Milk Rich 的，就是。优酪乳，鲜乳口味优酪乳哦，还有这两天呢、啊，我吃了 Lawson， 应该是说昨天吃了 Family 的，然后今天去 Lawson 找找看这种就是日本的小泡芙，因为现在算起来真的超便宜耶，这一个加税入之后是132日币，现在虽然算不到30块台币，好的，昨天的 Family 的超好吃，今天换一家试试看。这个爆出来的奶油，日本的牛奶相关制品就是很厉害。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觉得这个时机点啊，来日本，来日本其他地方我不晓得，但是我觉得来冲绳十分的不错。因为看到很多 YouTube 啊，或是一些部落客都在写说直接飞去了东京或是大阪，我相信台湾人那边现在旅游的人潮应该真的很多。那我们这次来冲绳啊，发现在路上其实是日本客比较多，因为日本现在也有国内补助国内旅游，所以日本客的数量相对是比较多，但这样子的环境下，其实整体的旅游品质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到任何有名的景点，大家之前听过有名的餐厅啊，其实都不太需要排队。对，我们这一趟旅程下来4天3夜嘛，现在过了前3天，这三天其实我们能排到队的几率非常有限。然后每个地方的旅游品质我都觉得，店员服务的很棒，然后又没有太多不一样的嘈杂，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或者这个后疫情时代，大家这个时间点来日本，其实是相对旅游品质比较好的状况。我觉得来冲绳是特别，尤其特别就是没有这么多，不是大家的 first choice，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来冲绳的人还没有这么多，我觉得挺不错的。而且我们这次是快闪行，我们应该是买了算相对便宜的虎航机票，然后又没有托运行李。对，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虽然我不知道这支影片剪完什么时候就是觉得说如果你看到便宜的机票，然后也觉得就是单纯吃吃喝喝行程也没有要买太多东西，那我们这次就是完全没有买加购行李，我们就直接登机箱就上飞机啦，所以要注意就是不能带太多液体类的东西哦。那我们就打算以这样子空手而回，带着脏衣服回家 and 饱饱的肚子。好，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也是可以来冲绳玩啊。那我们预告一下，我们在下一次旅程应该就是去哪里？福冈。对，而且是一个礼拜后。我们预计明天回到台湾是星期二，然后再下一个周三我们就要出发去福冈啦。那我们就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到底相差一个礼拜而已，冲绳的旅游品质是我们觉得这么高。就是人口没有人没有这么多，没有那么密集，然后什么都不用排队的情况下，这样在福冈是什么样的状况？好，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大家拜拜。拜拜。